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乔老师，又到了解答大家的后台的私信问题的环节。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袜子和内裤放在一起洗会导致感染吗？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女生应该是跟男朋友同居，然后会对这个问题比较关心。其实啊，脚气和阴道炎呢，它是由两种不同的菌而导致的，所以啊，袜子和内裤一起洗呢是不会导致阴道炎的。但是如果有脚气，然后在衣物混洗的过程中没有做好比较好的杀菌和消毒的话呢，那么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手、大腿或者是臀部等等一些位置出现了骨癣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真菌的感染。所以呢，还是尽量的要做好消毒，可以买一瓶消毒液啊，在洗衣服的时候呢，再往这个洗衣机里面放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科学弹性，关注我吧。